昨天有一位同修，他睡一觉就走了，他是弟子来的，他睡一觉就走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往生了，几岁啊？啊，往生了，他是72岁啊。七十二岁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看看他在哪里。睡一觉就走了。陈瑞英。陈啊，耳东陈啊。耳东陈，然后瑞啊，律师的瑞，英国的英。陈瑞英是吧？我看看啊。啊，观音菩萨来带他走的。哦。哎呀，超脱六道了。哎，超脱六道了。嗯。哎呦，他还站在云上面呢，不得了了。啊，我看到他死的时候还是花白头发，头发不是完全是白的，嗯。啊，对对对。嗯，啊，眼睛还蛮大的，脸呢稍微有一点点肿，嗯嗯。蛮瘦瘦小小子。对。像小房子还要放吗？像我们还要放。观音菩萨把他带走了，嗯。像我们还要给他小房子吗？那观音菩萨是牵着他的手上来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他，嗯。嗯，感恩观音菩萨了。嗯，感恩观音菩萨。嗯，有他一个修，他家了没有人修。嗯，他怎么像？他现在被观音菩萨牵在手上，像个小男童一样的，像个小孩子。嗯。是啊，他老太小了，像小小子。是吧？大短短，有点像小男孩。对呀，他死的时候那个脸应该有点像小孩脸了，我看他。对对对对，都很能看。啊，你看见了吧？还要帮他念吗？你们好好修啊！你们通过这些事情，你们都要有信心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种就叫福气啊！睡一觉就走掉，多一点痛苦都没有啊！你知道人最痛苦的就是死的时候啊，这个放不下，那不下，看看老婆，看看孩子，看看房子，看看车子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里痛，那里痛，你知道多惨啊！